喺經濟壓力底下，對養有寵物嘅家庭係咪造成額外嘅負擔呢？有好多家庭寵物被棄養，救助動物嘅慈善機構可以點樣施以援手呢？喺春季野貓或者兔仔繁殖季節，呢啲機構係點樣救助佢哋喺野外生存呢？流浪街頭嘅動物增多，對呢啲機構又造成幾大影響呢？佢哋係點樣應付日益沉重嘅救助開支呢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:45傳媒對焦。